到感情問題啦。哦，感情問題。好，咁。喂，詩係咪人人都有嘅詩？誒，係人人都有嘅。誒，詩你誒細康同埋雷子謙有冇？有我有啊，問題我有啊，是不是真的有的？佢我想讲，想闯王的问题仲尖锐啊！真系噶，咁有冇问你哋啲感情问题啊？我就记得头先我俾人冇嘈，有冇？感情问题啊？尖唔尖啦？咩感情问题？唔知你啊，唉，真系劲贱格啊！好，咁想问你我问都知噶，吓咁你都冇拍拖好耐啦，你会唔会想尽快？你会唔会尽快想揾一个男仔去拍拖？又或者其实你对于恋爱有冇渴求咧？认真，专业嘅预计。好多谢你咁认真，你个做一个白工。佢补出去嘅。系咩？白工啫，咁佢的确系啊嘛。吓咩？我要答咩啊？會唔會渴望需要一個伴侶咯？我希望可以十年之內結婚啊！咁你而家有冇對象咧？冇啊，有冇介紹？咁如果一定要你喺呢個 position 度揀一個男仔同佢結婚，你會揀邊個咧？唔好揀我。除咗我之外，我覺得好難揀。唔得，一定要揀一個。個個都咁正，點揀啊？一定要揀一個最正嘅出嚟。我會揀，真係幾煩。skip 一 skip， 我就想答你。唔可以一定要而家答。好烦啊！我想问其他人拣咗边个啊？佢拣咗。冇问我呢个问题。冇问啊？佢咧？佢咧？喂，有。佢答咗咩啊？佢答咗。你啊？黐线！喂，唔好玩。咩？唔知。佢唔系答 Louis 咩？咁呢咁呢个咧？呢、這个答咗咩啊？佢有女朋友啊。咁佢一定喺 production 里边拣一个嘛？你问佢。喂，其实咧，我系一个好 creative 嘅记者嚟噶，我唔会个个人都问呢样问题噶。食屎。系咯。你可唔可以答咗我先啊？我会拣。廖嘉林。啊，系咯，廖嘉林咯。点解会拣廖嘉林咧？但系佢有女朋友。边个系廖嘉林？廖嘉林系嘉林咯。哦，你个哥哥，我细佬啊。不过佢个样系真系生得似我哥哥多啲啊，我都明白呢一点。咁点解你会拣廖嘉林咧？要认真答噶。梗系啦。因为我有啲紧张。喂，你可唔可以翻翻嚟？因为我同佢合作过都好几次啦，有 friend 底，咁几好啊。其实佢除咗系系咯，几好啊 ，friend 底嘛。有人提我要揀佢，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唔係啊，其實佢真係幾好嘅。除咗有啲厚面皮啦。喂，好煩啊！隔離嗰個佢問你嘅時候，你又唔答。講咁多嘢。想問下，咁如果我而家話俾你聽，我哋呢個劇呢個 production 有一對情侶嘅話，咁你覺得係邊一對咧？有一對情侶啊。有一對情侶嘅話，會係邊對啊？等我諗下先，有咩演員咧？是不是一定要演員和演員啊？可以是後台工作人員，除了我即是導演的嘛。導演和不是導演。不可以有導演的選擇。是不是 一男一女啊？一定要最好啦。不是說笑而已，我想A2 啦，還有阿康啦。哦，為什麼呢？為什麼呢？是不是因为他成日打情骂俏呢？好似是啊。是啊。是啊，听得太多了。又话倾电话定乜嘢嘛。是啊。郑世康啦。喂，好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来访问下两位当事人先，不要讲笑。喂，好啊，首先啊，喂，郑世康啊，你对 A2 究竟有咩感觉呢？讨厌啊。你会不会飞了而家女朋友跟住接受 A2 的爱呢？我想十世后都不会的。那如果好了，现在文乃就走来跟你说话，他深爱着你，他会爱你的话，跟住他如果你不喜欢他，他就跳楼的，那你会怎样呢？我会叫雷子谦扮我咯。很难扮样，我16岁，他36岁的样子怎么扮？你食屎！通常嗰啲冤家情侣都系由互相讨厌开始嘅，你觉得你同 A 二会唔会呢？竟然系咁。嗰啲应该系电视剧会出现咯，但系我唔系电视剧中人。但系人生如戏。我最多都系电影出现嘅男主角。
好啦，咁我哋嚟访问一下喺电影出现嘅女主角先。喂，电影出现嘅女主角，咁你对阿康系咪真系好有兴趣呢？完全冇兴趣。点解咧？佢讲有啲乜嘢会令到你对佢完全冇兴趣咧？一嚟佢有女朋友啦，二嚟就我觉得，哎，我唔中意一个同我一样嘅男朋友，咁做乜嘢啫？哦，即系你同佢一样嘅，你觉得边方面比较一样？究竟边方面？佢有冇影我？究竟边方面比较一样咧？我哋继续去寻求呢个真相先。而家广告时间，广告翻嚟，我哋即刻就去揭晓。好啦，广告翻嚟啦，我哋头先应承咗大家去揾下佢哋边一样。好啦，咁究竟你哋边方面一样咧？会觉得一样都系人咯，一样眼耳口鼻咯 ，OK。唔系嘅，佢性格上面会唔会有啲嘢系一样嘅相似嘅咧？我唔觉，因为佢比我烦好多，佢一嘈乱巴闭，成日都喺度。好啦，咁样问一个假设性嘅问题。好啦，咁如果阿闯王同埋郑世康同你有一日去混 lift 啦，跟住佢 lift 咗36楼跌落地下啦，咁喺呢个最后嘅时间，你可以要最后一个吻，咁你会要边个嘅吻咧？我呢个先最正嘅 ，objection。哇，唔得，好难答喎。你一定要解一句，如果唔系就有土匪去攻击你屋企人。咩叫土匪啊？土匪啊！我家人应该不介意被人攻击一下，唔得要攻击你屋企人。我有可能拣你两个自杀，我宁愿自私第一。我而家头先自私都有拣，我觉得你都要拣啊。你冇限制自私，一定要拣闯王同埋阿康啊！唔公平啊！唔公平啊！唔得，点解闯王同阿康只要拣一个嘅话，你会拣边个咧？究竟？加埋嚟支添啦！唔好拣我，唔该。我觉得好难拣啊，可唔可以？我唔入，我唔要啦，我宁愿。唔系，一定要最后嘅一个吻，你会要边个嘅吻咧？你只同佢吻嘅啫，唔使有啲咩关系。你唔好拣我，既然你都嫌我口大。系啊，佢口真系好大啊。咁言下之意，你真系会拣？我唔想拣郑世康啊，有冇第二个选择？即系其实佢最后其实佢都系会拣郑世康嘅，即系其实头先我哋 Danny 提嗰个线波系。唔系啊，我想我可唔可以 cut 咗佢？我可唔可以扮开心大发言啊？我哋一齐扮开心大发言。喂，即系啊，头先啊，我哋啊，呢个实验系成功嘅。